Hello， 姐妹们好，今天是一集穿搭视频。不讲的是我们每年都会去买的这种 A 字裙，总共呢是三个颜色哦，灰色适合不会穿搭或者是说喜欢懒人穿搭的，不费脑筋就可以搭配所有衣服的，直接去冲它。想要显瘦的女生，妥妥就买黑色了。绿色的话呢，会更挑战一些多彩的一些穿搭，适合一些想玩色彩的女生来搭配。还有就是它很显白哟。这件的话虽然是短裙，但是它里面其实是有做一个安全裤的，因为夏天很闷热嘛，所以我选择的是这种网纱式的。下摆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一圈实色的，然后再上去一点点的话，其实是微微有点透布，里面只要穿深色其实完全看不出来，超级凉快哦。因为这件的面料用的是很挺很挺的那种毛巾棉，要保证它的挺阔度，还有这种小 A 的整个形状，所以不能用太软太软的面料，所以在里衬的位置就做了一点点的这个调节。然后像这种小 A 裙啊，有时候那个口袋会流不出来，有没有？所以这边的话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引拉，这样的话关起来的时候是看不到痕迹的，那有用的时候拉起来再插一下口袋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啊。配件的也是用的轻量型的，但是会很有质感。这种松紧腰的加这样的设计，会保证这个松紧不翻边，前面就算露出来啊，小腹也会非常平坦，就这个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腰头。那三个颜色我们就来今天的搭配吧，不知道怎么搭配的女生这集要收藏一下。那第一个就从白搭灰开始，这条裙子非常显瘦，而且穿起来就是很有腰身比例的感觉。我的臀围是97，这个裙子在我身上会有点微微包的这种效果，但是它实际上的余量又很大。上面有搭一个很清爽的蓝色，蓝色跟灰色很清爽的这种配色，会给夏天带来一份凉快感。然后再配一个这种简单的小布包，我选择的是一个帆布半拖，为了增高效果，这个的话就经常穿出大长腿的感觉。整体的搭配思路呢，就是灰色它是作为一个百搭色的，而且它跟其他的颜色结合起来的感觉就可以起到一个更清新更淡雅的那种效果，上身就可以搭任何的颜色，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哈。那这套的话我搭了一个白色的，上面的一个水墨画的这种感觉跟这个灰色会呼应的很好，上下都已经比较常规了，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棒球帽跟一个稍微有一点个性的鞋子，然后配一下这种大高帽，产生大浪感跟小浪感的一个对比，哪怕是穿的比较收身，看起来我的骨架也不会特别大。灰色的好处呢，就在于你在外面再叠加一些这种很多的颜色的时候，它也不会显得很混乱，所以除了夏天单穿，它其实在春秋天去当一个内搭，或在靴子里面当一个靴裤，我觉得效果也是蛮好的。再加一个这样子的马甲，是不是效果也可以？它跟它的一个组合外套的话，真的不用担心颜色，真正实现那种省心穿搭的感觉。那这种很亮的绿色呢，也可以搭任何浅的颜色、深的颜色，碰到灰色以后都会变得温柔，都会变得清新淡雅有气质。夏天的话可以直接单穿，春秋天的话呢可以去选一下这种靴子，然后配上这种大外套在里面做内搭，因为它是一个修身的版型，所以外观内展的时候会让驾驭其廓形显得更简单一些，尤其推荐那种刚开始穿廓形的姐妹，真的很好用。换成这样子的一个模型以后，你发现穿什么都是大长腿的一个效果。用一些彩色的帽子来做点缀的时候，它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搭档。第二个呢，我想点绿色，绿色对于我来说调整肤色的一个作用是很强的，放在我腿上的时候很明显，所以如果是黄皮的姐妹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绿色它是那种墨绿色，不会很抢眼，所以配红色都挺好看的，但是面积要小，千万不能大，不然红配绿的话看起来会太撞色了。我选了一个上面有红字的 T 恤，然后我用帽子来跟我的文字做一个呼应，然后用帆布来平衡它的这种校园啊清新的这种感觉，下面也是配的帆布鞋，就这一套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撞色复古的一个感觉。也可以试一下同色系的一个感觉，这个绿色非常沉，所以哪怕是很亮的颜色它也能压得住，其他的话我就尽量简单一点，再来点缀。再请一下经典的条纹，它跟什么颜色都可以搭，也建议买回家有多种搭配的话，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它就是我利用率很高的，然后很冰凉，非常舒服，然后很配这种高腰裙，正正好，它们俩的比例是非常 OK 的。黑色的话是一个满满的安全感，我的话就是去选这种有一点点造型感的衣服来平衡它的那个存在感，不然的话全身都会有点太寡淡，然后配一个这样子有点链条粗犷一点这种包包是符合它就选的一个感觉的，然后再配上棒球帽，整体的风格一致。刚刚拿掉的那些衣服我发现三个颜色其实都能搭，包括这个马甲搭上它，它又会更沉静一些，相对更酷一点，比起搭灰色的那个雅致感，它更多的是一个中性率性的一个效果。但是黑色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搭配一些就是相对没有那么休闲的衣服，因为黑色的话其实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卫裤嘛，所以可以搭稍微女人味一点的感觉，配一个凉鞋或拿一个小手包，就这样子的话等于就是一个没有性格的单品，它会有过多的休闲感出来。紫薇拍完了又拉了一个衬衫，这种单品的存在是为了省时间，生活当中其实很多这种场合也不是天天都是华服，所以日常的衣服有日常的搭法。今天的搭配就到这里了，下期见。